转诶，隆迪加，大家好，我是主持人 Tracy 小姐，熟文。哎、欸，别二零二三呐，还叫做癸卯兔年呐、啊，究竟十二生肖有哪些呢？整体运势上，包括要值得注意的呢？那还是呢？包括像在哪边开运呐、啊？有没有哪些这个攻略一定要学起来的哈、哦？ 才能让我们在新的一年呢，这个叫做大展宏图，旺旺旺一整年呐、啊、哈！今天节目当中呢，我们邀请到好多好朋友来分享哦。究竟五三米小 people，所以大家一定要认真听讲，学起来。好，先来请教一下那位秀玉妈妈对不？主持好，各位观众朋友大家好。因为要开运真的很重要，因为我的工作都是比较属于业务性质的，所以我还蛮相信开运这件事情的。哦，所以二零二三年六五三米收在干妈兄啊， 特别加强哎、欸，阿喜，我上面心愿，我觉得健康健康会摆第一，就是嗯，我不晓得，因为他这几年来可能有疫情的关系，就是会有觉得很多的一些那种小灾、小病、小痛，所以呢，新的一年就是希望健康可以顾好，然后再来当然就是财运要跟通啦，爱躲探吉啦，哦、对，就这两个心愿。所以呢，哎、欸，冠霖老师是有怎么样的，就在在二零二三年给大家一点点就是呃开运的攻略。呃，除了你看到前面这些，哦、哇，这么多种哦。 欸、我,我看到貔貅，还有这个什么法宝哈，就是每个人的秘密方法，oh. 对，是跟大家分享貔貅是我自己养来帮自己招财的哦，oh. 大家都知道说它是招财的灵兽，oh. 然后还有包含说，哎、欸，我们过年要布局啊，就会用一些发啊、财、oh. 啊这些所谓的吊饰，oh. 还有包含到庙里面会去求一些钱目。Oh. 那像每一年。 家中难免会有一些所谓的煞位，怎么办？嗯哦、我在家里面就会摆这个所谓的龙龟哦，啊，龙龟就会帮你挡煞。嗯，那再来就是庙里面求的钱母，<嘿>或者是家里面有的人会有这样这样的弥勒佛。是，那我的弥勒佛呢？你看到它这上面的法宝，这个就是我针对明年兔年的一个法宝、哦。你说弥勒佛手上的这个佛珠吗？对，就是我手上这个，这个叫做所谓的。 十二仙木，为什么？Oh. 因为像 Tracy，我们之前常常在刚刚讲到說，说明年的流年是不是觉得健康啦、嗯、事业啦、姻缘可能都面临到很大的挑战？嗯、那像以前我们可能要求财，会去拜财神。 对我们要求平安，可能拜观音；可是明年，我还是很担心，说不知道自己会遇到什么样子的劫难。所以，这个所谓的十二先生，是一个命理老师分享给我的一个法宝，哦、代表着十二先生会二十四小时守护着你。你看到画面上最特别，其实就是我手上这一颗，这个叫做所谓的龙须丹。 龙须丹哦，而且崔 r 你从这个角度，你有没有发现这个很像是什么？像一个眼睛。有哎、欸哦，其实这个是针对明年的一个流年哦。我们在讲说遇到很多的灾厄，你一定要用最特殊的一个法物去做。嗯、那龙须丹其实相传它是有一个故事的。好<對>，<對>来我们来看一下哈，这个非常听说很珍贵的这个叫做龙须丹，是香蜜嘞。<錯>其实相传当年啊，这个皇帝升仙的时候是成龙。 这期间，李勇刚停电梯。那因为先佛都很慈悲嘛，就是怕我们后面的世人会遇到一些所谓的危难。相传龙王的胡须就掉在这个所谓的福建的仙游山，哦、但是呢，他是等到今年的年底，他才开演的。 那我们就是有老师跟我们讲说，好像算一算，刚刚要开眼，我们就当专程，我跑到这个福建仙游山去，等到千年龙王开眼，它有一个很盛大的祭祀大典。开了眼之后呢，的龙须丹，它才是所谓的长寿灵珠。所以你意思是说，有那一株是神木，是不是？是，它是一个。那你还要等到对的时刻。对，嗯。那我也要让大家看清楚一点哈，<是>我把每一颗珠子，把它这边做了一个。 陈列首先要有五檀、嗯，五檀，因为财神最喜欢是檀木的味道。欸、这五种包含黑檀、黄金檀、大叶紫檀、金丝檀、虎皮檀，象征的是五路财神，哦、东西南北中财，对，帮你招五路财。不管你今天是赚正财偏财，哦、那针对明年，我们希望说要有健康，不要被劫财，你关键就要在这三个所谓的三要一。 第一个六道木是产自于山西五台山，是的一个所谓的咒轮文殊菩萨的道场智慧剑。再来就是中间这一颗，我们刚刚讲的龙须丹，像是一个龙王开眼的一个样子。嗯，那再来这个紫花里其实是什么？我们常常在讲哈，人要有权势。 丢，叫再叫叮当。嗯、<对>不要说啊！你叫小孩子听话不听话怎么办？紫花梨会有权势，老几带了这个之后，老公都会听你的话。最后还有一个关键，就是这几年来很多人什么东西最担心？嗯，健康，健康<对>一定要。所以这个老师就有讲说，一定要有所谓的四药，包含酸枝、红花梨。 黄杨木跟沉香是以前我们在求健康所谓的一个药珠，那他把它做成一个这样子的一个手串，等于二十四小时，这十二仙神他会不断的不间断的庇佑你。它其实来自于哎、欸，很哪些不同的地方哦，我们也帮大家同整一下。 真的是很费时哎、欸，其实它是稀有的地方，就是横跨世界三大洲，包含你刚刚看到黄金檀，其实有俗称“锡金檀木”之称。可是大家都知道说沉香是很珍贵的，它是二级保护植物，哦這個、所以你要有特殊的这个所谓的许可才可以获得。嗯、那再到说，包含红花梨啦、黑檀啊这些。 人家常常说十坛九空，就是说你要找到成才，但是又模会有堂主，哎，是很稀有的。那我觉得最难的其实还是在一件事，就是我们刚刚讲到所谓的千年的这个所谓的龙须丹，嗯、它要等到千年才能够开野，再加上世界非物质文化遗产的六道木，这些都是在目前来讲，就是你等也等不到，它也进彩了。 可是呢，针对明年的癸卯兔年，我们最怕就是怎么样？没有做好布局，你的努力的成果可能让鬼话旁旁听。哦，对，所以你需要先神庇佑着。嗯，哎，所以今年吼，娜娜，我刚好有那个机缘探探雷几百，你买守得住啊？是。像我要跟大家讲一下，呃，我爸爸在五月的时候有染疫，那因为我爸爸本来就有慢性疾病，所以我爸爸染疫之后呢，两天他马上就转重症了，他直接就是住院，因他第二天就在咳血了，因为他。 八十五岁了。 所以我陪他去住院住了七天，天呐，很煎熬哎！我跟你讲，动不动脚就肿起来，哎、<呦>那他脚肿肿起来，他要上厕所什么、洗澡，他都很不方便，我都要帮他弄、哎。你你就要跟他绑在一起，都<對>要护他呀對。对，所以我就觉得说，我都会让我爸爸带着，就是我有时候不在家的时候，就是我会感觉说我自己比较心安。嗯、然后还有我儿子，我刚刚就要讲，嗯、我儿子常常不知道因为心绪不宁还是怎么样，就是下个公车也会拐到脚，打个篮球也会受伤，<laughs> 然后跑个步也把整个脚有没有 <laughs> 摔成这样子，就是他没有。 心神不宁，跟他常常在睡觉的时候会惊吓，oh. 到了现在大学都还这样，所以我就让他在那个手上带着，他有时候睡觉的时候嘛，他自己都会这样子抓着带，他就比较不会那种惊吓，忽然惊醒的那个感觉。那我刚刚有在讲说我自己是业务单位的嘛，<對>跟我跟你讲，因为我每天都要开车南北跑，所以我常常有很多的车关，哎、<呦>所以我大概一个月两个月我就会撞一次，oh. 我就直接自己手上带，跟在我的车上，我就直接摆上它，你会觉得有一个呃安定的那个感觉。好， 所以我觉得这样十二仙木啊，其实拿在手里呀、啊，对，哎、欸，它的那个心，让你的心情还有安定你的精神力这一块，是它会发挥一个作用，对不对？對因为像我自己哦、喔，为什么这样子的一个原木，我们要把它做成所谓的手串哦、喔？其实是因为你可以拨珠。 不管你是像佩戴在手上，对，或者是像我这样子，有没有？所以我们要怎么拨呢？其实就顺时针、逆时针都可以，你就顺着拨，哦嗯、这些原木是没有上漆、没有上蜡，嗯、就是你在拨的时候，你回去会感受到它的味道会有一点转变。那像我在拨着拨着的时候啊，除了十二先生会守护着我，有时候每一颗珠啊，它会随着这个光泽，有的会亮。 有的会暗淡，哦、那它代表着是，就是神明会给我一个指示，就是说可能最近财运好，是你就可以往前冲。哦，那如果说觉得运势好像会有一点停滞不前，特别暗淡的时候，<对>我就会带着这个手串再到庙里面去拜拜，祈求这个所谓的平安。那像我自己的用法，就是跟秀玉比较不一样，就是我有几个用法，嗯、第一个就是因为我们开公司嘛，嗯，我就给我们公司最重要的业务，哦、一人发一串。哦 而且很奇妙的是，以前有些 case 啊，就是常常就是会 delay <住>。那他戴在手上哦，你看他如果在讲电话的时候，哎<對>、欸，我跟你讲，无往而不利。以前那个 case 客户常常找不到人的，哦、你用这样子哈、哦、戴在手上，哦、用这只手去打电话，哎、欸，客户不在家的都 OK、欸。要考虑的都说啊，不然你就直接送一组到我家。哦、我们常常在讲哈、哦，在佛教的经典来讲，这些所谓的手串其实。 都是神佛的所谓的法器，嗯、你把它佩戴在,在身上，放在他们的座前，会加强整个磁场的能量，会加成它的效果。<是>对，所以真的也秀玉他说他们的这个如果业务同事啊，<是>大家在呃做。 这个工作的时候哈，<对>所以其实就是说你也提醒自己，然后也把一个好的磁场给他发扬光，寻找贵人，对，让家里的磁场能够强化。嗯、因为像现在我们在北部很多人的房子是没有办法供奉神明嘛，对、嗯。那我们需要十二个先神庇佑，立马摩开脸孔，卡在离尊行掐灯来除。是。可是这十二首先木的一个手串，就等同于十二先神随时在你身边，嗯、他会保护成你。好，除了这个十二先木的一个是手，呃。 手珠啦，对不对哈？啊<对>，今天冠霖老师说也还有其他的要来分享的是，因为像我身上这一块啊，嗯，就是我的秘密法宝，嗯、这个是叫做虎皮谈的一个无视牌。哦、那确实你仔细看，什么叫无视牌？你是不是觉得它好像没有任何的雕刻？对。 其实这从明朝开始啊，相传就是这个进士要进京赶考的时候，他希望他一路平安无事，所以呢，所谓的无事牌就是希望说顺遂。那开运还有两个用法，一个叫许愿牌。我们去庙里面不是常常跟神明许愿？对，神明怎么记得住？对，你许完之后用这个无事牌去过香火。 神明愿意赐予给你的东西呢，它就会烙印在这上面。嗯、<對>所以其实呢，哎、欸，他在所谓的这个三界至宝<是>虎皮檀，<對>它也是有一些典故。其实，在选择材质上哈、嗯哦，我们都希望说，像张天师的坐骑，或者是康熙皇帝武将，以前都是什么虎皮披身，对，阴邪鬼魅之气就不会靠近你。所以呢，加上檀木也是财神之位，就像虎爷在身边守护着你，所以他也是小朋友的守护神。 也是招偏财的一个法宝。除了呢，这个叫做無事“吴对“无事牌”听起来就是“无事一身轻嘛。对，<是>而且你要说有。 虎爷听起来就让你做事可以虎虎生风，而且它的花纹我觉得很正气啊，对就不会就让你一些比较烦躁的思绪，是哦，你就迈开行为无微无为啦，甚至有的庙宇的屋顶，其实他们都是用这个所谓的虎皮毯为顶，是因为要把阴邪鬼魅之气把它挡下在外面。嗯，对嗯，然后我们也会把它当做是一种行动石感当，像有时候家里面不是都要安太岁嘛，对，这也是一种行动安太岁的一个法宝。 哦，所以像你也该乖一下，哈<对>，是防车关嘛？哦，啊，这个嘞，这个是我侄子，因为他刚出生的时候啊，呃，老师就有说他的命格是很容易会被惊吓到，嗯，所以我们就把这个虎皮台挂在他的床头，很神奇哦。嗯、挂了之后，晚上是一觉到天亮，比较不会被惊扰，是，对，而且不是只有小孩哦，嗯、像我有时候要是比较紧张的时候，又、嗯、有说些工作会让你比较紧张的时候，<是>我就会把它握在手上，握在手上你握一下，然后你就会发现，哎。 心情比较平稳了，比较不会再紧张了，所以不是只有小孩子有用。大人其实如果你别心绪比较不稳定的时候，你把它这样子握着，其实对于你的那个那个思虑也会比较清晰一点。是，没错。原来透过一些简单的这种呃开运好物啦哈，<是>可以让我们的整个磁场啦，还有我们的这个诶、欸、念想转转<對>个弯呐哈。<是>所以人家说这个心转运就转，好<是>休息一下近廣、喔，进段广告，广告回来我们还有更多非常精彩的分享。 哇，我们今天的节目真的好精彩哟、哦！究竟在这个癸卯兔年十二生肖呢，我们要怎么样呢？快速的呢，透过呢一些好物啊，开运的这些小。 美甲跟法宝可以达到呢福王一整年呐哈！哎，刚、欸、刚呢冠颖老师你分享的好精彩，<對>可是针对大家非常 care 的就是这个什么 money money 啊，财<對>源滚滚来。<對>其实崔 r a 先给你讲一个小故事，嗯、很多历史上这些所谓的富商名人，比如说沈万山，你知道他为什么变有钱吗？嗯，不是因为他特别聪明，相传他是家里面有一个所谓的聚宝盆，会不断的生金银财宝出来。 那像我自己的方法，就是我今天要带来给大家这个秘密法宝，这个叫做炼金香，金光闪闪，好像一颗子弹哦。对你讲到重点了，为什么还要做成像子弹形状？以前咱修的香不是拜拜哈，嗯，摩的是还香、盘香嘛。哦，对，为什么要做成子弹形？其实这是经过设计的，因为呢，我们常常许愿都会有所谓的目标嘛，它会帮你瞄准目标，像子弹一样。 射过去就能够百发百中，听起来就很棒<對>所以我可以先许愿，然后开始要怎么进行、啊？来，我现场教大家哈。然后我们现场前面大家都有一个这个所谓的炼金炉哈，在这里。那在里面有一片黑色，这个叫做防火棉，好，就是要预防说如果有小朋友碰到会不会烫，这是很安全的。那再来，我会用这个所谓的喷射型的打火机，因为这个它的火够强，像这样火。 点燃、喔、对着他的那个最尖,尖的那个头，哦、然后我在点香的同时，我心里就会默念说：“信女某某某，嗯、我的生辰是什么？我今天呢要许一个什么样的愿？希望这个五方财神能够帮助我达成，哦、这样子就完成。那它慢慢在烧的时候呢，你会开始闻到它有淡淡的这个所谓的檀香味。” 好，现在点的这个叫做催财香哦。对。除了它的形状，我觉得好讨喜哦，像一个<对>诶用金子做的小纸包。外，对,对不对？对你说它叫催财香、嗯。对。所以它是给财神爷最好的小礼物哦。催财运，因为我们常常在讲说，你在家最常做就是求财招财。对、嗯。可是你常常会觉得说，我求很久都没有效。嗯、我跟你讲，催财香就会催动你的财运。哎、欸。而且它很。 我我我打个岔啊！我闻到那个香气，它其实不是只有檀香哎，感觉很<對>很多层次，層次的。你刚在看到我们现在画面上，崔 r、哦、你有没有发现说我们现场风没有很大，嗯，可是这个香是像一个螺旋一样旋转、旋转<有>一样有，没有龙卷风一样在旋转。哦、其实这个财神很厉害的原因，是因为它随着烟飘的方向，你还可以知道财神贵人在哪一方 所以要看它的方向吗？对，所以因为像这边我觉得磁场蛮好，所以我现在点下去，你有没有觉得那个烟呐、啊，不但就是以以前的烟都是往上飘，对不对？哦、财神到了要赐财给你，所以它烟除了往下以外，最重要是这个气流会让这个烟左右的摇。好，那么究竟这个财神这么喜欢的味道哦，哎，果然不是我们说的单单就是一味这个叫檀香，<对>它包括哪些呢？其实这个是呃秘法的十二秘香。 加了一味新山檀。那崔 r 你有没有发现，在你的这个画面的左手边，这些很多都是所谓的中药复方草本、嗯<对>欸，真的美。它从你需要的除秽驱邪净化。以前我们做很多的科仪啊，嗯、你要,要烧很多的香，烧很多的金子。可是，在这个制作过程当中，它把这十二种的复方帮你全部封印在里面。但最重要，我们用到是新山檀，因为它要能够怎么样？ 点石成金，哇！而且它的持香度为什么可以直达三界？以前烧老山檀香的效果大概是二十四小时，可是如果你烧了这个所谓的新山檀香，它的持香却可以超过三天七十二小时。这也是为什么我自己很喜欢这个法宝，就是我每一天都希望财源满满，我就会透过这样子一个炼金箱，随时随地在办公室做一个所谓的布局。 好，来听完呢，关林老师讲完之后，我给你提几点。对，金光闪闪一下，哦、这一颗是 t r 的催财香，是，好，<錯>所以就是像你这样把它拿起来，然后把这个呢盖子打开，摆<對>好之后呢，我们就把它点燃，点它这个金色子弹的头，<對>然后你在点的同时呢，要默念你的。 姓名、生成跟、oh, <是>你想要许的一个愿望。说财神爷呀、啊，你好，我是谁？这时候有个小配包，比如说像我们有那个朋友，就是他要卖股票，oh. 他希望说不要被套牢，所以他就会许愿说，我的股票代码是几号，oh. 我希望我今天在哪一个价位能够顺利的出清，楚楚<解>。 这就是很多人去宝贝那种宝备杯啊。<对>你得报具体嘛，嘛对吧对？人<对><对>要讲好清楚，姓名才听啊，有啊。哦、他,他不是不帮你，是<了解> <laughs> 他真的听不懂你到底要什么。哎、哦，这个味道真的很舒服，然后这样一小颗一小颗，虽然我们这样看起来哈，它很美丽以外啦，再来呢，因为它的味道，刚正我们现场这样子闻。 非常的这个清香，对、啊，怡人哈，心旷神怡。神怡<对>那其实它的做法，哈，其实非常讲究，哎，对，oh. 因为其实现在的人做什么事情，我们都追求要速效，要劲五好嘛，嗯、所以他从这个遵循古法，要选材料，老师傅的调香，分款研磨以外。 最重要是在下方，因为这每一颗都是手工塑形，<Wow. S 1> 而且他要挑所谓的吉日吉时天赦日，连续日晒二十天。为什么？以前我们前阵子不是说什么天赦日大，呃，什么神明赦免，我们要去求阿爹亚被熊掰没了，所以他干脆呢，就是一年当中不到十天的天赦日。 帮你做什么呀？天然的一个日晒，而且吸收正能量。哦、如果家里面啊，有时候那个家运啊、晦气啊，烧了这个香之后，它会吸满财气。但最重要是，老师有一个佩宝，就是有持咒封印。我比较听不懂是什么叫持咒封印，是讲有加持这个代级吗？在过程当中。哦 以前都是你去庙里面有一套流程，秀玉就知道、嗯、對啊，我修修修给做，<對>最后再给老师加持。对，第一花时间，<哇>第二要挑吉日，第三那个费用其实也不便宜。哇，但是这个就是已经帮你欧引万，所以你的意思是说，这每一颗老师都帮我处理过了，是都有加持过了，种封印在里面。嗯 那个我要来点一下，然后告诉大家我怎么用的，跟在我身上发生了很多很奇妙的小故事哦，嗯、等等大家可以看我的烟，像我会在我们的家里面，因为我有点很多的一个盐灯的一个地方，就是我们家里的财位，就是包含那个玄关的地方，然后包含我们家的这个财位的地方，我没放一些那个小神明的那个地方、水晶的地方，我也会点。还有最重要就是我自己有在做直播，对不对？哦、我在直播前有没有？哦、我就会许愿，我希望我今天可以达到多少业绩？原本最早之前。 我都没有点的时候，你看一下啊，五张订单，五张订单业绩五千多，然后再來有许愿之后有没有？看一下啊、哦，变成五十八张订单，十倍呀，十倍。所以你看，你目标明确，然后你当然你自己也要够努力。我觉得这样子那种感觉，就是你改变你的磁场，你把你原本属于那个不好的那个五十个，然后你就。 走走走走走，把自己走到那个成功的那个五十 percent 哎，欸、是没错。哦、而且其实我们在点这样子所谓的子弹型的一个炼金箱啊，它其实还有一个说法，就是除了帮你做所谓的呃补财库，更重要是很多人都会向他科以跟法会。既然老师封咒在里面，代表每点一颗香，就帮你做一次持咒。嗯 参加一次法会哇，这个对于忙碌的现代人来讲真的是太方便、哦，还有愿望很多的人，我愿、哦、望很多人我我我有像我自己，就是我今天又要求财，又希望说健康，又希望平安，又希望说、哦、啊家里面的那个侄子侄子子女不要在那边卤卤。哎、欸，我跟你讲，这种东西很难讲，嗯，和特别是有的人家里面有养宠物，其实这样子的一个香。 它来自于天然宠、嗯、物闻了之后，它其实相对会更加的安定。嗯，对，难怪啊，冠宁说，哎、欸，这个是连在哪里生意？这个是我阿姨家的机车行啊。因为像他们做这个贵楼宅啊，对哦好，你点了这个财神之气之后啊，其实特别是一样对面有一间 old white 店，可是永远哦、喔，客人在顺向永远都是来他家，嗯、因为财神会跟着来到家里面，财神看得到你。是，然后呢，嗯、我们怎么跟他就是透过这样子的一个点香，也有。 有一个沟通啦，对，哦、因为其实这个催财箱让我觉得，呃，我觉得很便利的，还有一个方法。以前你要知道自己运势好不好，你是不是在找老师算命？嗯、所以人家常说穷算命，富烧香。侯亚郎哈，弄个烧香问一下命。<是>第一，你看到这个香，它是可以反映出来你的运势的一个好坏。 第一个，如果是最左边这个，有一点点黑黑斑驳、嗯，这个、欸，我要恭喜你，嗯、因为你代表你家里面可能有一些穷啊、晦气啊、衰气，它全部帮你带走了。除晦。对，嗯、那如果说像它比较完整，微微有一点像花瓣的感觉，其实这是叫值福补财库。那像我平常要做任何的投资，或者是我们说下订单的时候，我稍晚如果是右边这个炼金完成，维持原本的形状，我就很快的就把它发出去了。 哇，<Wow. S 2> 对，可以透过这个方法让自己知道说，我今天的运势是走到一个什么样子的一个点。<music> 那像呃，Tracy 前面这边有四个，<music> 对。 是四个不同工作人员烧出来的，而且很奇妙。这一颗你有没有发现，它像那个裂纹是从中间？有哎，而且它裂的还蛮胶纹的哦。然后他刚烧完就说：“哎，他这什么意思？”我说：“你是不是前阵子满水？”他说：“对，他前阵子不是耳朵坏坏了，不然就是家里钥匙忘了带，要找锁匠，就是里里口口开紧，收起来就这。” 我想他有一点累了，代表说你的穷神晦气，他帮你赶散，你要破茧而出了、哦。难怪你说他有一点像行动的一个什么石敢当啊？是、嗯、你透过这个香，他可以知道秘密在哪里。那我们看到第二、嗯、第二颗，这个人也很妙，哦、这个人他烧完，你有,没有发现他的那个金是掉下来的？对,啊、对，我去跟他讲说，其实啊，刚刚那个是穷神，我说这个哈、哦，你可能家里面是不是有什么晦气？他说有。哦 家里面最近小插状摩擦、争吵有一点多，我说你烧这个香会帮你把什么样？有时候这个是冤亲祖先的问题，他帮你度化掉之后，家里就会家和万事兴。第三个，第三颗，第三颗这一个哈，你看到他，其实我就恭喜他，我说你是不是就像秀玉讲的，你是不是有吼什么投资的东西，然后你忘了。 嗯、他其实一直默默在水涨船高，嗯，他后来啊想说没有啊，结果那样，他刚刚手机拿出来，他说有，他早期买了一只股票，他自己买到都忘记，结果突然发现说五年之后，他现在已经涨十倍，赚了赚了，这就像意外之财，但是其实本来就是属于你的。那看到最后一个这一个哈。 他是另外一个工作人员，我说其实啊，你现在的状况就是运势各方面都很好，而且我说你年底有这个升官加薪的一个机会，他就笑，他说有哎、欸，好像有听说主管要再把他往上升一所以其实这就是呃我自己会用的一个。 行动法宝，不断地帮自己补财运以外，嗯、更重要是我可以随时随地知道说，我今天的财神财运究竟在哪里、嗯。所以总的来讲哦，它就是帮我们怎么样，点石成金、啊。是没错，嗯、所以不管说是你可能有冤亲啦、啊、净化啦、啊、平安啦、啊、补五行啊、贵人啊、催财，不管你今天是遇到什么样的问题，它都能够帮你点石成金，顺天凯运。但最最最重要一件事情是什么？ 就是你在许愿的时候，一定要讲清楚，对，哦、目标要明确。是，所以今天呢，大家有没有学会啊？我们只要透过一点点哦，这个随身的一些开运的好物是。 或者呢，家里调整一下你的一个呃好的磁场。<對>其实在新的一年里面呢，我们可以包括自己家人哦，<對>大家就是平平安安、<對>健健康康、顺利、多赚吉一整年呐、啊、哈。<對>哇，我们今天真的好，谢谢来宾的分享啊、哦！<對>观众朋友，如果对於今天节目当中有任何不明白的地方呢，我们也欢迎上我们的女王当家 FB 粉丝团来做进一步的了解哟。 在雷龙的家，大家好，我是主持人崔 r 小姐，苏文。今天要跟你们分享的这个叫宫廷版的满汉素全食，哦，素全食，<水>而且是满汉素全食。后，大家要不要猜猜看？五，哎、欸，咱那主厨工 g i 哈，三十分钟一来 要出几道菜？对啊，要大家要有这个。讲讲几道菜呢？哦哦哦、大家仔细看，要计时开始喽。主厨、哦、在三十分钟内要搞定八道菜，所以平均起来一道菜还要能上得了台面的满汉全席。<對>是的，一道给你三分钟哦。对，没错，没在闹亏哟。而且这些东西一出现呢，它马上就可以变成你的餐桌上的佳肴。哦，来第一道料理叫做 k g 哦起。 吃鸡起加香宁鸡。哦，好，好，来，吃鸡哦，当然咯，我要跟您讲，方便的多。其实，咱咱在超市常常会踩到地雷。对对所以我跟你们说的时候，我水的最好物件就是直接来，这样直接。咱出来面哦，用电锅，好大或者是热锅，对对对，或者是汤锅，你只要能隔水的东西，你用隔水加了就好。那这样呢？其实你从我们的冷冻库拿出来之后，自然解冻，然后放进去。 很快的，热、oh. 的是好好吃，冷的更好吃。Oh. 对，所以这一道是鸡啊。对，来假解气给嘛，来叫做香菱鸡哈、oh. 哦。来，很简单，家里面只要有热锅子跟剪刀哈，那么把它剪开之后呢，其实它里面用了一个很好调味，叫做柠檬蜜汁，这个当前菜。Oh. 前菜就是要引起我们今天的所有食欲的最重要的钥匙。太棒了，哦、第一道。对，那这样打开呢，就这么简单就上桌了哈、哦，来。 所以我平常只要买一点小黄瓜，切一切摆盘就可以，那这么简单。其实周边菜哈，这个你可以随意去搭配。喂，oh. <Hey. S 3> 我跟你讲，我现在打开闻到香气，柠檬，<的>还有我我闭上眼睛，哎、欸，这柠檬汁哦 <laughs> 對，我流口水不好意思。所以呢。 其实没有到三分钟，足出今天完全教我们掏假包这个味道就是不是我们太懒惰了，这太聪明了，口水口水口水，这个味道就太式柠檬汽的味道啊，只要隔水加热就可以了吗？没错，就是这么简单，就是这么好吃。 那最主要呢，其实呢，它这个耐热袋哈，可以耐熱到一百二十度。我们水滚最多就是一百度、一百零五度。對,对。那它可以在这种高温下呢来做隔水加热，而且它不会渗透哦，欸、因为它有点厚度。對對對而且袋子上没有很油呢。没有，很，注意看，因为这个是油炸，那用什么油炸？用二次油炸法，把所有的油，你看这个是刚刚从耐热袋拿出来，那个热水中拿出来的哦。油遇到热是不是会溶解？嗯、所以你看底层如果是有很多的话，就会变成很多油。 这么干净，你看吃的健康、嗯、又好吃，像刚才钟哥说的，哎，嗯、吃起来还会唰嘴，哼、嗯，这个就是开胃菜。嫩 Q 嫩 Q 的感觉，<对>然后吃起来就跟着鸡肉真的是几乎一百分了。你外它的酸甜的口感，因为干嘛？依然哎，零零的时阵，小花仙也在做休闲零食。对，像休闲零食，像过年期间，其实你不把它当成菜哦。我们在看电视或者是在聊天的时候，泡茶的时候，它都绝对是一个很好的零食。 哦，好吃，而且黑的立功黑的是香柠啊，对，柠檬香，柠檬香好吃，柠檬香味道刚刚好，重点是它没有油哈味，它的口感其实有那种盐酥鸡现炸出来的感觉，好吃，赞赞赞，哎，我我觉得，好啦，第一第一道真的有通过我们大家的干边哈，第二道，哎，蓝莓鸡 好，过来财源广进，发财根哦，财、哦、源广进，开始来出姜啊、哦！尤其咱天啊，我们南部，吼、哦，在在出袋的时阵，第二路我们就出姜啊。哦、啊，姜和伊呢，这个姜和阿的汤无共，姜是要食膨脆。嗯，那那么讲哦，其实根在煮的时候，最最重要就是它的淀粉。好。 啊，所以赶呢，那都是我看主厨就是那个隔水加热啊，哦，给它袋子煮一下，滚一下，然后拿出来倒出来就完成了，这样就第二道。对，第二道真的是三分钟，你知道光切它这些切成丝都不止三分钟。对，没有错。那这边呢，我可以加一点我们的香菜。那我这个这个是萝卜的梗的那个珠珠。哦，对，也增加它的特度口 哎，妈妈可以学到哎，对，安尼做出来，形容妈妈煮哇古哈，好，哎，连咱头都要这叫发菜哈，菜是什么？台源广进，发菜歌。财源广，发财，来来来，发财一定要对，一定爱吃，而且安尼，今麦安尼起来是热腾腾的上桌了哈。我说一句话哈，我真的是好吃的说不出话来了，真的，因为它的味道哈，像我平常是无肉不欢的，我刚我吃这两道哈，我感觉不到是素食。对。 这是的地方，很像，因为它那个酸甜度刚刚好，而且这个就厉害了。我所以把菜鱼翅跟里面那个鱼翅，透明的那个是鱼，原来我们吃。哎，大家画面有没有看到那个布灵布灵？白白的，一条一条。条哎，真的像鱼翅哎。做的怎么好仿真熊重要性？还有 k Q B 呀，而且口感都很像。而且用鸡肉，重点是什么？它的热量低啊，因为那不用太白粉呐。 遐个淀低的淀粉啊，它的热量都会比较高。楚楚，你这这一口啊，我刚刚吃下去，你阿麦我讲这是素食的吼，是你不出来。在橄榄盘内，对，你有口、那個、感，竟然在切几个鸡、嗯、那个肉丝，它丢下去哈。<對>喔 我觉得荤素都可以搞定、欸。对，那你如果真的有非肉不可的话呢，oh. 你可以汤点肉丝直接拌进来，它就是一个荤食的一个根品。这个是调理包，可是我还吃得到那个萝卜跟那个菜式的脆度。对、嗯、還,<有>还有黑木。对，这个是什么？香菇啦，哈<菇>。香菇。所以它气味也好，它的口感也好。很入味，对不对？真的跟真的有入味，那种高级鱼翅根是一样一样的，因为它用慢火去熬煮，<覆>把所有对，把所有食材味道都一起引出来。来第二道。 过关，好吃哦、喔！我我觉得讲评时间比做菜时间还要长。<laughs> <laughs> 真的，好，再来听说第三道也很厉害哦。第三道来，咱看煮熟被好咱带来的这类叫做“年年有余”<來>。年年 三杯鱼，来，等等，年年有鱼，过年一定要吃。用电锅，用陶多用，电熬用都可以，只要能够加热的都可以。对，好。你看今嘛迄个塑料五花刀工做噶，这这么讲究，而且口感让大家是荤素都会喜欢哈。宫廷菜，真的真的。这个就是技术，因为你知道吗？这种大豆制品哈。 除了安全之外呢，口感很重要，很重要，因为有有次过度油炸，刚刚很柴，对，有人爱吃。啊，主厨讲没干了，安那家倒出来很漂亮，这个已经帮你排好了，回去三分钟不是在跟你乱讲的，我那个抖了个乱七八糟。三分钟很排法，就这么简单，把我们的这个风口处剪开之后，就是一双筷子，哦，这样哦，是哟，是哟。 在门前五星级的大手凳来摆，好来。那接下来我们把这个周边的盘子哈，像你要弄点水果啦，或者是一个一些蔬菜都可以。这样哇，好漂亮！完全就豪华起来了，有有公平的感觉，真的好香哦。大家看一下，伊迄个龟片安尼啊，其实好厚哦。嘿你讲安尼夹起来有迄个什么龙胆石斑的口感？对对。哦啊，我靠！其实我发现一些包迄个。 紫菜嘞，吼来搅宽麦，搅宽麦。你们看啊，这个鱼肉它还会还会断断的。对，所以一杯一杯煮，新鲜感。然这样给它点点叉叉，哦，很能 Q 呢，能 Q。这个老人家口感是可以，而且四口筋是可以的。而且酱汁哦，我们所有都把它秘进去，嗯，好吃，慢慢的把它秘进去，嗯嗯，而且外面还有用一点点那个是姜，对不对？姜，对，三杯还有辣椒。哦，哎，三杯的煮法，哦，这家一啊。 哦哦，主厨啊呢！哎，我现在俄罗斯主厨还是俄罗斯料，那个料俄罗的智慧。这边的第四道要给大家的，这里、個、讲跟金元宝无关呢，叫做麻油元宝猴头菇啊。菇好，好来。那因为冬我们过年期间呢，还是会有点冷冷的。那这时候呢，我们来点热热的这种麻油汤呢，是最适合的。剪刀又是一把剪刀走天下<哇>哦，你看，这样把它剪开。 然后放到呢，因为它有点汤汁，所以呢，我们就把它倒到一点有点深度的这种波啦，或者是砂锅里面。这算子母包哈？对，因为它里面比较多汤，对，那我们就把它分成两。它把酱汁跟料包分开，可是倒可以一起倒。好哇，满满的，你看。哇。哦，潘公。如果这时候旁边你再跟一碗面线啊，或者是一个一些面食，真的很棒。哎，讲到猴头菇，其实蛮是贵贵贵生生的好物哎。猴头菇啊，三珍猴头啦。 海味燕窝了哦，所以它猴头菇跟它的这个市场价值跟燕窝是同等级的。哇，这里面这个叫做这个汤底是怎么样？哇，这个麻油汤底好大块哦。另外哦，贵造另外好大块哦，对下重本呢。哎<对>，这是双 A 级的。我们去集化街，啊、你知道买几个这样干料好贵？吴老师，真的，真的哈、哦，哦、它是三大生品之一，地方是那个。 松露，松露嘛，对不对？哦、我们东方就是猴头菇，好抓嘴哦。对，對而且猴头菇营养成分非常的高。而且你吃到每一口，嗯、因为猴头菇是根据专家研究，它有七十几几种，我们的必须要营养哦。对哦，竟然就刷嘴就好加，而且它的麻油味道全部融合哦，合完全不冲突。就后起来，我们赶快进一段广告休息一下，广告回来还有好多好料要来分享哦。 幸福来团圆呐，好香哦！刚刚呢，假还讨整四四道四道菜啦，哈<是>、哦，已经很满意了呢。总共有八道哦，三十分钟内搞定哦。所以啊，在今年呢、啊，我们刚刚一开头就说，哎，好，大概 special 哎，而且哈、哦，咸乱是公哎，这时候素食团圆呢、哦，在今年。 吴老师也说，一定大家要来试试看。因为今年是一个很特别的一年哈，哦、你看我们从牛年哈，嗯、整个过得很辛苦啊。真的。虎年叫虎虎生风哈。那为什么说吃初一吃斋哈，是如意平安？就是最主要是说，我们有台湾有一个习俗，就是大年初一吃斋哈，假斋，把灾难吃掉了。哦。假灾对哈，这叫吃斋，哦、也叫吃素，对。<是>所对，初一吃斋胜过一年吃一整年吃素。 好啊，过来哦，马上哦，哎，我们接下来的好料第一个要上来，叫做鳗鱼米糕步步高啊！哦，哦，我起讲好喜气哦，主食上场。对，来，因为你整桌菜一定要有主食可以吃嘛。对对对，那米糕也是我们华人最必备的一个一个。因为本凳，当然板凳要踩米嘛。对定要米糕哈，步步高是。一般每年哈都比每一年高。来，那我现在把米糕先拆开 对，好 Q 哦。对，哦、最主要是什么呢？我们要跟各位分享一下，其实这 V 歌哦，从一开始吹鼓边轨，哎，骚气。 那可以看到，烧起是这么就是诶，工艺叫烧烂的吗？诶，工艺叫做烧起，烧焦的意思。不好意思，不好意思的意思就是破坏它原来的淀粉质，它 Q 度不见了。那这个镜头可以拍得很细，你可以看到这个米粒有没有？哦，每一颗都是粒粒分明。哎，这个加工技术真的是有讲究哦。 那我们把这个米糕呢，稍微给它整形一下哈，看你要用蒸笼装啦，或者是用漂亮的盘子装，哦，都可以，没有或者有一点深度的盘子，或者是你要位上的也可以，你把它装在你的小碗里面，一块一块的，哎，我们可以蹦点脚位上啊，那你出来嘛，脚位上。给它出下去，哇，顺顺顺，你看，哇，这个米糕是加鳗鱼素鳗鱼哦。 让大家步步高升，满满幸福啊！一样来一点点香菜，来上菜喽！耶，这完成了，又没有三分钟？厉害！你看，像这鳗鱼，这个真的，一模一样，真的。而且它的厚度啊，感觉就这样能 Q 能 Q。你真的眼睛闭起来，你分不出它是素食的。对，而且它的口感，它会骗骗骗到你的舌头的这种触感。这个鱼皮是怎么做的？就紫菜，很天然的。 对，这些都是很仿真呢。啊，真的，我先得大家知道这个比例啊，姐姐也要享受。米糕好好吃哦，Q，别麦暖软，麦烧烧。哦，麦烧烧的时光不会不好吃啊，保证好吃啊。对对对对对，好吃。 米糕要好吃是不简单的。当然，米的挑选也是重点。粒粒分明，可是口感清晰，而且很柔软。哇，的点又有嫩度又有粘性，刚刚好。这个是有一个不可公开的秘密，因为它有圆糯米跟长糯米的黄金比例。哦，难怪。这个是不可公开的，但是假喝假了喝。今天看到了，都收都学到了，大家都可以学。来，阿妈妈，你讲还得。 素哎，鳗鱼靠干嘛呢？你知道我们真的鳗鱼常常吃，嗯、你知道吗？你这个鳗鱼做出来，还竟然有把鱼肉的纤维都做出来，哎，哇，一丝一丝的感觉，哎、<呦>它咬下去那种，嗯、哇。 这个出去不会拉惨，然后保证有面子，人家以为你这些那手艺加厚哈，往来没没有一道超过三分钟的，只要朋友来啊或者长辈来啊，真的就不会按那手忙脚乱。而且最主要里面还有膳食纤维哦，对对对来这一道，藕一系，接下来下一道哦，马上来喽，笋干扣肉。 笋笋笋呐，这道是什么料理呀？哎，来，孔吧大菜哦，这是大菜哦。真的。好，那首先呢，我们把这个笋子先倒汤包笋子哈，记得哦，唔是普通笋哦，而是做喝家做油诶桂竹笋。哦哦，桂竹笋哦，哎，咱看下贵竹笋。来，那我们现在把它倒到我们的盘子看到吗？哎，这个时候听说来自嘉义的。 贵竹笋呢，很香哎，不胖的呢，都看到那个笋节的地方，都嫩的竹笋尾的地方，所以一看有，啊，这个哇哇，很漂亮，哇，我最喜欢的是嫩嫩的笋所在，专门用笋尾所在，比看有。哈，那而且这个汤汁哈，记得吃不完的时候也不要倒掉，再煮个面，哎呦，哇，这个是宵夜版的，宵夜版的，这个配比好吃哦，子母包哈，来，这个时候我们把它打开。 哦，这就是咱的扣肉的部分。扣肉，哎，今麦素食那有法多，安尼做咖安尼口感这么好食吼！你看这个烤肉，谁说就咸扣肉的呢？哇，扣肉中的扣肉，好我第一次看到这道菜的时候，我想说，我不要学中餐，不要来学素食，真的，还把素食演变化成这种所谓的可以华丽版的，对，真的这是鱼肉做的嘛，对，鱼肉，所以上面有它热热量很低，很低哦。 而且口感哈、哦，啊、它比我们平常的吃的那个五花肉还要好哦。这个肉真的是有那个肥瘦、肥肉肥、肥瘦,肥瘦,肥瘦,肥瘦，我看到啊，不散、肥散、不散的。那叫我们做五十年的刀工来切，太厉害了。嗯嗯，它的香味，它其实我们在这卤、個、这个笋干的时候，把笋干的味道再引上来，让它去卤透这个南贡的三层肉、欸。这个叫做香而不腻，对，而且很 Q 弹，又好入口。 那是肯定的，因为现在的技术啦，当我像我们像我们刚才在座的，只要眼睛闭起来，你根本分不出来这个是素食。根据统计哦，茹素者的一个数量是逐年在增加。因为们有七百多万所以包括这些味道啦、道形状啦，<對>我们都要让它达到所谓的真的宴席级的宫廷级的。刚刚讲到说，哎、欸，好吃的。 更重要的是爱安全，它用大量的用到这种豆类，对不对？豆制品是它的基底哈，所以呢，哎，也要来检验一个东西，就是说哎，是唔是基因改良哎？哦，所以现在很多人怕吃到豆制品，说哎，是唔是一种基改食品啊？对哦，啊，所以咱来讲，首先第就是这些干丹盖销了，后大概有这些知士、非基改的大豆，对，要非基改哦，没错。后啊，马上呢，咱的。 接下来这一道很厉害的，一个宴席里面、啊、很难。所以从以前开始，你看，弹起芬芳飘四邻哦，伯闻气长跳墙来。哇，因为它太香了。我知道它。那有多香、欸？很简单，其实因为这么香，是因为食材的铺陈、食材的结合，包括时间的酝酿。真的。重點是什么？很简单。

哎呀，还有这些笋脆口的笋子啊，一定要的，一定要。所以，够荔枝啊，荔枝我看到。对，还有一颗荔枝哦，这个荔枝哦，很松绵。这个呢，也很贴心。我赶快用泡椒醉隔水加热。这个料哈跟汤把它分开，然后这个就是汤底哈。那汤底呢，也是很简单的方式，隔水加热就好，或者是电锅蒸就好。那一样，我们把它打开。哎，煮熟些汤底就小格夹起来。真的吗？你看到不？芋头纤维，我看到。了这个有没的有。哇。 哦、天马的糖分哦，<對 S 2> 这个是天然芋头的淀粉，<對 S 2> <棒>口感很浓郁的感觉什、啊、么芋头嘛，所以它完全不用加勾芡，对，就不用要太讲究勾芡。<對好 S 1> 这种浓稠不像以前勾芡的那种，安那规碗夹起来，裹裹裹的感觉。嗯 天然的哦，那没有这个倒下来的汤汁哦？它是清澈型的，但是它又有很丰富的这一种层层次，浓郁的口感。哦，太棒了，哦，迫不及待了。来上菜喽！活跳墙，等等，大厨上菜。真我们自己煮这个瓮煮一瓮酱的话，煮多久？至少要炖它个四五个小时，哎，哦，时间花很长，这是功夫菜哦。嗯，来活跳墙哦，刚刚有讲到说。 好脚噶，黑神秘会跳起来，佛佛佛会跳起来呀，跳墙来，佛文气气惨，气惨，佛都在修禅嘛。哦哦，佛不是猴哦。哦哦，来来来，哇，那我就来一个汤头，哎，还有这个，这个汤跟炸锅排骨的那个汤头是一样，跟有些呃，佛像是鸟蛋去炸过嘛，对不对？然后排骨炸过嘛，对，那去熬汤头， 一样啊，那我再跟各位分享一个秘密哦。如果活跳酱像我们在制作都是大量哦，嗯、你只要冰超过一个礼拜，它就会开始产生什么油哈味哦对，瘦、哦、白因些<哇>白骨啦、胶啊、弄啊、弄啊起嘛、低卡弄啊起，嗯、开始产生油哈味。那这个数的活跳酱你不用担心。 因为它不会有这种状况产生，所以那加的都是食材原来本身的鲜甜味，呃，额我啊，迄个迄个香米、香米。我那个我那个汤头里面都可以吃到那个芋头融入在每一个汤汁里面呢，哦，粉粉的感好好吃哦。嗯，好，来接下来最后压轴的一道啊，而且呢，这汤味中呢飘散着一股非常养生的概念。好啦，那么观众朋友，如果对於今天的节目当中有任何不明白的地方呢，也欢迎向我们的女王当家 FB 粉丝团来做进一步的了解哟。